过过无外久，就是清明节，各地陪梦的林雕陆续出现。不过最近也传出未少梦地火灾。即天嘉义区公所特别结合消防局第三大队嘉义分队进行公梦防火宣导，并且提早做好预防的工作，来防止公梦火警事件搁再发生。台南市政府对这吼、每年对这公梦的了款的火灾吼、拢足注意的，拢足小心咧防范的。阮公墓吼，拢总有九个嘛吼，啊，阮有九个公墓，阮会提供那迄个阮哦金桶，互民众来烧，作家地啊，互民众来提供来迄个阮来装水，水拢会随行来补充哦，防止火了火烧哦的事件发生啦吼。为了宣导防火安全，公所除了完成个公墓除草。并伫咧公墓路边挂上宣导布条，安排巡守人员，放伫大水桶提供水袋啊，给民众使用等等。此外，消防队最近更是伫咧公墓使用无人机，不定时巡查，来做好万全的预防。啊，阮有含迄个消防队来合作吼，阮会叫消防车来做附近的做一个防范啦吼。啊，而且哦，咱今年咱消防队吼，嘛有迄款提供的无人机啊，诶，空拍的监控吼，然后对公墓，然后发生火灾，阮会随时做第一时间的知影吼。公所也提醒民众爱记哩四不二记得的口诀，陪伴的时阵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咱台视幕僚三咖喱彩虹报道。